富康啊，你是不是要跟秋叶好好把事情给讲清楚啊？你再不去理他，我老婆都要来理你了，她把你抓回去你们家了。其实早上我在看诊的时候啊，秋叶传简讯给我啊，我就不想理他，所以就没点开看。漂亮，你就不要点开，让他永远的未读。趁这个机会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让他知道我们男人不是他养的 CAT。你这什么烂朋友啊！你不帮忙就算了，在那边拉低赛。来，穿什么？我还没看呢。来，打开一下。哎呦，好多讯息哎！哎呦，阿南，哎，你看。这也太假了吧！老公一不回家就受伤，这摆明啊就是苦肉计。哼，女人这一招数啊，我太了解了。兄弟，你该不会是心软了吧？我跟你讲，女人啊，她最会利用男人同情弱者的这个心态。你如果相信她，你就完了。听我的，不要理她，不要给她任何机会。既然已读了，为什么不回呀？啊，李富康，竟然传这种照片给我，真的太过分了你！